今天的午饭就看这一网了，看看有多少的捞到了，看见没有？一条很不活跃的八爪鱼啊，先把八爪鱼的尿液放一下，马上就出来了啊！看见了吗？很多水啊，可以浇菜，甚至还可以给狗狗洗澡，真是两全其美啊！清洗干净后就可以烧烤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好极了，啊，真香！